好的分析工具就像台翻译机，让你看懂股票波动轨迹要表达的方向。波洛威在103年4月的高点 ,146.5 元后急速下跌至50元波段，跌幅高达 66%。那些买进时机不佳的投资者无疑承受了巨大的痛苦。然而有一种好的分析工具就像一台精准的翻译机，能够让人轻松理解股票波动轨迹所要表达的方向。而股神系统便是这样一个强大的工具。从股神系统的角度来看，波洛威股票在103年4月早就出现了卖讯，并且深陷转空，预示着趋势即将转为空头。这样的分析结果提醒投资者应该快速出场，避免进一步损失。透过股神系统，投资者能够轻松简单地理解股票波动轨迹的方向，从而做出明智的决策。这个例子再次强调了良好的分析工具对投资者的重要性，以及股神系统在识别市场趋势和提供准确讯号方面的卓越表现。对于投资者来说，学会利用有效的分析工具，可以在股票市场中的操作效率和成功率。张宇明分析师在 YouTube 频道里面搜寻的关键字，然后完成订阅，按小铃铛就可以持续来观看追踪张宇明的 YouTube 频道。